三飞龙队员他们都是有相同的理念，他们觉得环保是很重要。我们在香港做那个去捡垃圾啊，或者什么，我们用一些比较不正常的方法，比较偏激的方法去做，就是下去一个悬崖啊什么的那个，如果没有人去捡这一个悬崖下面的垃圾的话，那悬崖就永远都一级一级堆啊。我们发觉就是只是一直在捡，就是不是一个好办法，反而是我们现在主要的目标就是去做一些教育的工作。我们会带一些中学生过来，去让他们清新的去捡，就是让他们感受一下为什么这个这么漂亮的水塘会有这么多的垃圾。星期日早晨，范飞龙龙舟队队员聚集在香港大埔广福公园，准备展开划渡蓝屿最后一次长途训练。我们准备的东西是一般就是今天的长途训练啦，然后就是我们在当天怎么样去跟那个蛙手去保持他们的那个状态啊，上面用的那个补给品啊的一些，就是什么时候要补给给他的那个计划，也有做这一类型的。这一天，滑鼠们要从大埔滑向塔门，再折返进入林春河，返回出发点，全长将近50公里。滑手们陆续坐上龙舟，按着平时训练的默契和速度滑向塔门。处西贡以北的塔门是范飞龙龙舟队长途训练的折返点，塔门全岛被礁岩包围，是一个渔村，岛上拥有知名景点叠石、露营点塔门草地，来到此地的游客人数很多。这一天尽管下着大雨，仍然有许多游客来往，等待龙舟队队员上岸的同时，收录的来书带着我们前往范飞龙龙舟队定期捡拾垃圾的地方。这个石滩垃圾的来源呢，就如果是向岸风的话就来自大海的，如果是甚至乎有些呢，如果是离岸风，有些是来自大鹏湾大陆那边或者内陆那边就飘过来的。定期进滩的地点就位在叠石旁，从上往下看，地理位置很险峻，堆积者因为洋流海风而堆积至此的垃圾。我们在香港做那个去捡垃圾啊，或者什么，我们用一些比较不正常的方法，比较偏激的方法去做，就是下去一个悬崖啊什么的那个。如果没有人去捡这一个悬崖下面的垃圾的话，那悬崖就永远都一级一级堆啊，一级往上堆啊。香港海上活动热络，开放的海洋文化使得香港拥有超过300支龙舟队伍，每一个队伍追求的目标都不相同。2009年成立的范飞龙龙舟队，在成军后3年，2012年都会利用冬季休赛期间到郊区清理垃圾，希望透过身体力行唤醒大众的环保意识。这里是荃湾
穿了城门水塔，然后其实全湾的居民啊会用这些水去当他们的用水，对，但是可能是清洁工不会处理这些垃圾啊，然后就是有一些人进去钓鱼啊，钓鱼客，然后他们会就是围漏一些塑胶袋啊、电池啊那些钓鱼的用品，所以就没有人处理。但是我们就看过眼啊，就是没办法，就是一看就觉得要下去处理，帮政府，然后帮他们捡下来。荃湾位于香港新界南部，是历史与现代相融的城市。城门水潭就位在荃湾城门郊野公园内。在香港有许多的郊野公园，是香港政府将未开发地区划为康乐及保育用途的公园。全香港境内1108平方公里土地，就有四分之三被划为郊野公园。我们跟着范飞龙成员走进龙舟队另外一个捡拾垃圾的据点。其实能走下去的地方我们都会走下去，但是主要集中就在这里这个坝，然后里面也有一个地方我们会真的会下去捡。等一下我带你们去看看我的垃圾的情况。还有另外一个地方，就是沿着这个水塘的另一端，也是很多旅客会过来拍照啊，然后去可能是野餐啊，可能野餐的过程就是会有猴子过来就抢东西抢食物，就会丢一下垃圾在路上。这个什么就没有找到，现在就有找到，然后又用力拉出来。可是从前的时候只是一个盖子，它可以猴子可以很容易的爬进去，然后放那个垃圾出来。对，然后现在还好了，应该就不会太容易。那是他们合作的时候。城门水潭里主坝是二次大战前香港储水量最大的水潭，周围是范飞龙主要捡拾垃圾的地方，也有许多烤肉区。栅栏上挂着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布条上，也可看见范飞龙龙舟队的标志。就是水潭旁边比较多垃圾，然后下坡的地方会垃圾会积在那边，然后水涨的时候啊，很多跑的瓶就会跑出来。然后我们曾经试过一次，就捡了大概几百个。就是我们发觉，就是每年捡的垃圾的数量其实也差不多，其实没有，就是说我们没有再捡，就是没有再减少啊。所以说，我们发觉就是只是一直在捡，就是不是一个好方法，反而是我们现在主要的目标就是去做一些教育的工作。我们会带一些中学生过来，去让他们清新的去捡，就是让他们感受一下。为什么这个这么漂亮的水塘会有这么多的垃圾？会就是让他们想一想，为什么会有垃圾出现呢？青山绿水行动进入第七年，范飞龙增加教育层面，希望将环保意识深植在学生心中。上
到三个小时，龙舟队员抵达塔门码头。上岸后，匆匆用餐，又得赶紧上船返回出发点。先翻到嚟啊！系个喇叭剩啦，搞掂。系啊，只听到一个钟就冇啦。我们休息不会太久了，因为我们就是看要跟现实我们6月9号的那个状况来定。如果是休息太久的话，根本就不是像当天的一个情况，所以就吃完了一些东西，我们就马上就走了。今天天气不太好，中途的时候有下大雨啊，大风浪啊，所以就什么都看不见。方向也偏了很多次，所以然后之后就还好了，下完大雨就看得到。今天我们是准备就是在6月9号出发之前的一个最后一次长途的训练。那今天练习的状况？他们的状态非常好，我们一直在在听歌啊，还有就是在自己去娱乐自己，然后就是一直来的时候就怎样说，那个力气是可以比较就是可以控制得到。就是去年就是练习过，好像就是比较熟一点点，就是体能上面也会就是有准备一下，就会好一点点的，就慢慢就是习惯这种。但是就是完成那个100公里的时候，就可能还有一些担心，还是真的没有挑战过，就是一百的。通常练习都是一半左右那种，所以就蛮期待，可能就是跟大家一起的那个效果啊是怎么样？因为就是华龙就是整体的那个就是团队精神，然后就是要大家协调嘛，所以也蛮期待的。长途训练单程21公里，范飞龙龙舟队耗时3小时，平均1小时滑了7.5公里，抵达折返点。尽管中途遇见大雨，仍然于原先估计的滑行时间提早1到2小时返回终点处。长途一定要走的，因为体能不可以就是单边撑下去撑那么久的，所以你看见我的每个小时都会交换座位的。我们一个小时后就是补充，就是喝水啊，就是吃点东西，我们都是交换位置这样子，就是让身体那边会休息多一点点，就是另外一边，这样才可以持续性比较好。龙舟队队员长期固定参与训练的有12位，在拥有相同理念下成为环保而战的战士们，未来也会为整漫长的环保教育出力。2次的长途训练，无数次的挑战，艰困环境捡拾垃圾过程中，训练者范飞龙龙舟队队员的决心与毅力，双手不仅拿奖，也守护着环境。